红人杯歌唱大赛决赛。大家，相信大家也都跟我一样期待吧。准备好一起嗨到最后了吗？OK，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耀文。是廖，我是廖国志。好，那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最重要的人物吧。好，我们介绍第一位中明高中最美丽最有气质的陈美如陈老师。哇，OK， 来自第二位来自大鼻子音乐的陈建伟陈老师。哇，第三位同样来自大鼻子音乐的许正阳许老师。哇，好，那我们现在先请陈老师来帮我们讲解一下今天的评分标准。外面的天气成对比，非常好。你们的评分标准呢？音准是占了25%，然后技巧、台风、稳定性，总共都是各25%，那总分是100分。好，就这样子。好，接下来就让我来说明一下赛制吧。台下呢，每位选手他们都会上台演唱一整首歌，然后从三位评审手中的评分表选出前三名，然后他们依序可以得到2000元、1500元、100元，而且1000元。好，而且下礼拜还可以在学生为了圣诞节活动与全校同学一起欢庆圣诞节哦。哇，然后今年的人气奖跟往年有些不同，今年人气奖增到3位哦。然后如果前三名刚好同时得到人气奖，可以同时得到哦。哇，所以请选手们好好加油。耶、yeah, ！接下来我们废话不多说，欢迎到第一组参赛者高二一班肌肉城。高二一班范明奇陈晨带的。